这题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题目，他这是说有一个二次方程式，二次项系数是一，他把 b 平方减 4ac 算错了，解得两根为负二和负六。这题我们做过，我们在做这个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零啊，做这样子的题目。他说 a 如果说是一的话，这里 a 是一，那么 x 平方加 bx 就会等于负 c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要加上两倍的一半的这个二 a 分之负 b 的一半的平方，这里要加，然后这里呢就会变成 x 加上二 b 的刮弧平方，这里会变成二的平方。然后这里是 b 平方减 4ac， 这个 a 呢就是一嘛，就不要看它，就是 b 平方减 4ac 的部分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这里在做的时候跟这个 b 是没有关系， 意思是说这里是对，这里是对，有影响的呢是只有后面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甲的部分，如果说它解出来的答案是负二和负六，那么它是 x 加二跟 x 加六等于零。解开来，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这里说，他说他把这个算错，意思是说这个就不要管它，然后。这两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没有影响的，这个没有影响，这个错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乙的部分，乙的部分它看错 x 项的系数，解得这个地方，所以是 x 减7还有 x 加1等于0， x 平方减7，所以是减 6x再减7等于0。他说 x 项的系数算错了，是说这个地方不要看它，这个地方不要看它。我们综合这甲跟乙的式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判断原方程式会是 x 平方加上 8x 减7等于0。原方程式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它要解正确的两个根，它要解正确的两个根，我们就先算一下 b 平方减 4ac 是多少。 b 平方是64，判别是减掉4倍的 ac 是64，再加上28会等于12进1 9 92。好， x 就会等于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92。92是41乘以2，就开不出来。然后哦，41 92 92会是什么呢？我看用好了，用2 4 2 4 8 2，对不起，我算错了，2 2 3，它可以开出来2，会等于负4加减根号23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答案。